今天来到新餐厅，来，这叫 TankQ。姐姐跟爸爸跟外婆跟外公都在里面。哦，好可爱哦！它是也是用嘴巴，是用脚板。试吃。哦，这有花哎。You wanna go look？ 这边好可爱，好多 alien， 还有美国队长。看，这是那个爸爸在做的。对啊，这边很多，很可爱。哇，不行。对，他说不能进去。那你要不要坐在那边自己拍一张照？妈妈帮你拍。Ready？ 好，一二三，口罩。好，快点，一二三，好，走，我们进去。可是这样子给他没嘴巴。嗯？啊，这边有 DIY 手作工坊。我等一下就要做。有吗？有。妈妈，你看，这是我相机的。哦，真的耶，还有星巴克熊。你有没有那种？哇，这太可爱了吧！我想每一种都用一次。你可以，如果你再做。饮料罐。哇，天哪，这个嘞！妈妈，你看哦。妈妈，你应该会。这就是可以做手环 keychain。妈妈。嗯。水拿了。嗯。哦，你要原味可尔必斯，还拼？还有芒果，还有葡萄。那你选啊。妹妹，你要芒果还葡萄，还原味的可尔必斯？原味芒果还是？哦，好。点饮料可以选杯子，爸爸。哦，是啊。对啊。哇，好多可爱的！你问姐姐，她刚刚说哪一个？好，帮我选一个。妹妹喜欢那个蓝色的吧？小小兵啊，小小兵很大，卡比兽。卡比兽最大吧？卡比兽在哪里？那个。看到妈妈，我觉得我应该喜欢那个蜗牛的那个吧。那你们每个杯子容量应该一样。有，你刚刚说拿铁有限哪一个杯子？拿铁吗？热的吗？热的。热的的话要切正面，正面跟正面的马克杯。哦。然后容量都是一样的，就是比较大就不会满。哦哦哦。那那个小小兵不是很可爱？好啊，小小兵。哦，小小兵，黄的。对啊，那个看起来比较。拿铁，那你要什么？你要那个卡比兽？不是。卡比兽上面。好啦，那就 Toy Story 咯。Yeah, 那个玩具总动员的。那个可尔必斯哦。玩具总动员三眼怪吗？不是那个。巴斯吗？巴斯是不是 Buzz Lightyear 的？嗯，好。对。是吗？巴斯光年。对。好，这样就可以咯。谢谢。都好可爱哦。来，那你再点一个。为什么要再加一个人味可乐？多加的冰。我也想要那个，那个熊。熊还是熊？那个粉红色。那个灯泡也很可爱啊，姐姐。是吗？哦，你随便你。说哪个灯泡？熊。它旁边有灯泡。还是你随便。对吗？嗯，好，那就可以了。好多 headband 可以戴，姐姐来了，好可爱哦，妹妹，姐姐，妈哟，他的还有 candy 耶，好，都有，哇，饮料来了，饮料来了耶，怎么开呀？哎，你的是什么飞机吗？要怎么开？姐姐，我看你的 Stella， 你来喝一下给我们看吧。
嗯。捡到杯子开心了吗？你的头发好乱哦。看这头发也要弄一下。我外公。你看。哇。香哦。的哇哦，这是你们的青酱，青不是是蛤蜊面，酱很大哦。我的牛小排意大利面，哇哦。好吃吗，姐姐？你吃，告诉我味道好不好？香的，很好吃，好好吃哦。很香，很香哦。好，是什么？然后外公跟小小兵 take a picture 吧。一二三，好。只能选一种嘛，在。都在，都在里面。哦，都有。汉堡。来，翻开看看。哇，有薯条哎！那一起来啊。香。你喜欢吃薯条？可以啊，要不要小青？好，我来给你。可以啊。番茄酱还是酸酸的，我都放一点。这芒果的。哦，这什么？番茄酱。爸爸可以念一遍哪个最漂亮？嗯，好，送你。一个是番茄。没有哎。番蜂蜜一个。那为什么你可以送？好可爱啊！我要的。外婆，你有？那你的可以送我吗？没有。看。这是番茄酱、芥末跟芒果酱。哎、欸，好像外婆说一个好像是蜂蜜，有一个人样子。汉堡好吃吗？好吃。好吃吗，爸爸？不错。好的。还好，不错。你这是要吃还是？嗯。吃啊。什么？配德伯的。什么东西啊？配德伯的。嗯，你有写名字吗？写好了吗？好了，给我看。哦，好。等一下 ，smile。好，走。你要。好多，好可爱。虎年吗？哦，虎年。Tiger？ 嗯。啊，这还有一个 gingerbread 啊，这好可爱哦，妹妹。那个。这是什么？我不知道，你看这个 gingerbread 的。好，你帮我戴我手上。妈呀！妈呀！好可爱哦。还有这个，好啊，来，妹妹，姐姐看外公，好，等一下哦 ，Ready， smile， 你的嘴要再擦一下，好，等一下，我帮你们，妹妹，好可爱哦。他说可以选基本款的，就是一个钩子，是那个一个钩子，一个铃铛，一个这个，然后你们可以选 how many 珠珠 you want。第一，像这样，这是我的，这个基本款是这样。妹妹，你可以，你看妹妹，你可以选一个这个，一个铃铛，然后很多 beads， 一个这个，然后一个这个，一个这个。你要选一个，妹妹你自己选。还有一个，这个啊，然后你可以选 B， 你可以选这个 B 章。那这个我可以选，先把这个打。那我可以选不同的样子。对，你可以选。他说不，你可以选 as many beads as you want. Okay, you can look for your name. C H A. 我找不到 I. I don't know. 介绍一下你做的。我要把这个压上去。Cupcake 也很可爱。你赶快吧，外婆。你觉得好看吗？嗯。
觉得哪一个比较可爱？I don't know, 你帮我选一下，因为我四个都好想要。外婆，你觉得哪一个比较可爱？我觉得这个。对呀。好了，都完成了。一个。要吃要喝，赶快。这个餐厅好吗？下次还要来吗？妹妹觉得呢？下次你们三个自己谈。好玩吗？好。那你们就说拜拜咯，拜拜才行。好了，走了，意犹未尽，去拿自己的包包，你的 headband 也不要忘了，你还带着人家的 headband。 看到这个超恶心的，你看，然后呢，它这里有一个这个。对啊，妹妹刚刚要选这个，我说不行。然后呢，这样对不对？这里有一个橘色的东西，然后你一放开，它橘色这个就在这里，超恶的。然后你就把它推。好。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，请帮我们按赞、订阅、分享、开启小铃铛。耶！